好啦，呢对喺西铁嘅情侣好开心咁玩禁手指功嘅游戏，明显见到女方用两只手玩赢男方啦。咁男方玩输咗，自然要受罚。哇，女方施展一招五爪金龙啊，意图啊对男方猴子偷桃啊。男方啊极力顽抗啊，力保精操，但系最终都失咗。哇！被找之後啊，男方唯有求饶啦，睇嘴型咧都系话，哎呀，都系唔好拆我祠堂啦，好唔好啊？女方就话好啦好啦，哇！点知趁个男方唔留意，又嚟一个突袭，痛下杀手，哇哇哇 ！ONTV 东方电视新闻台报道。